就是中毒的征兆。公子，你这分明是误谋。冲儿，你这个孽障，我娘好心早要救你娘，你却诬陷她陷害她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禀报国君，允姬夫人她。允姬，得知事情败露，甘愿一死，但真相果真如此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冲儿，我就用我的残躯为柱，跟你对搏一局。冲儿杀了我母亲，你要为他主持公道，绝不。将冲儿打入死牢。好一计美杀，绝了。